这个是啥肉啊？这俩是猪肉，一个无香肉，一个腊肉。哦，这个是腊肉，这个是无香肉。对。你给我做一个呗。嗯。哦，咱这饼一般就是谁要谁先做。哦。没有特别放，来一个做一个。哦，来一个做一个。那要是中午忙了很多，忙了也是排队呀、啊，排队也是一个一个做。哦，我还想着是一下做好，然后一起。做不了饭。哦，这样的话好吃。你要是这样连不上呢，就慢一点锅油。你看就那么点油吗？要是连上的话，也就两分钟。哦，两分钟一个。这个辣椒，这个腊肉是甜的是吧？对，腊肉。对，甜的。啊，你说这个面是不是跟咱家里边弄那个手抓饼差不多？不是，这面和面的时候，面、水、油、鸡蛋都是有比例的。哦，这饼皮里有鸡蛋。哎，鸡蛋油。都是有比都是和汤盛好的才能配。要啥？拿两个饼。叔叔，你吃啥？在家吃啥？加啥？腊肉，再加个饼。看好啊，咱这饼是买饼再不切开啊。啊？我说咱这饼都是买饼了，谁要切咱不得切开啊？你做几个先烤，看好价格点。嗯，我要饼加腊肉再加这个。鸭肉是腊肉腊肉。腊肉就红烧的。红烧的。对。烧起来啊！一起放放放，点点点点水盐。你转过来吧，孩子。哦，不多，这配跟这个呀，我这不要。那你转过账了吗？我都给你转了。你转过账，我这边一照。啊，行，我要一个五块的都行。像恁这是不是从早上一直卖到晚上？嗯。反正是这儿学生也可多哈。之前恁是不是推个车是吧？现在不让外头不让搁了是吧？没有，原先是最开始7年建在这时候是推个车，我有个这小屋嘛。嗯。反正有个这房子好点，要不然他一年都没地儿出。恁现在恁这种小生意，一点个地儿都可以，两三平方都够了。咱这个熏肉大饼，也就是这个肉是熏出来的，是吧？对，这咱都是自己买生肉，自己酱都是咱家自己一套下来，都是这也属于加盟的。哦。你也做这俩肉吗？在这儿。啊？做这俩肉。哎，行。再加了一个鸡蛋吧，这饼吃上鸡蛋可。一个真大的饼是5块钱，可比那鸡蛋灌饼实惠。这个饼特别的筋道，里边有肉，有生菜，还有这个豆腐皮儿。因为这个饼比较筋道，老板都是来一个人做一个，特别好吃，比鸡蛋灌饼实惠，好吃。